多謝大家投票俾我，令我成為星夢傳奇二學員人氣榜嘅暫時頭五位啦。咁為咗答謝大家咧，我今日又準備咗個笑話俾大家。大家知唔知道有咩煮面嘅方法我哋係逃避唔到噶？我們無法逃避這局面，只否真的真的想與你回到最愛冬天。咁希望大家咧可以繼續支持我哋星夢傳奇二嘅學員啦。咁記住每日都可以投票嘅，最好就投埋俾我啦。最後記住逢星期六晚8:30，星夢傳奇二。